2020年最新春季。想唔想买到我签名嘅帽啊？60蚊咋，买到宝啦！阿里加多加丹纳斯。Hello， 艾文迪，今日我要嚟一个造型大变身，咁我就嚟咗一间欧洲日本时装入口专门店，咁咧我就会用100蚊买2套衫，咁如果个风格咧要同我一身嘅造型或者要我造型咧系完全唔同嘅，咁我睇下咧我100蚊咧可以搵到啲咩新嘅造型啊，行啦！好啦，我要开始我寻宝之旅啦，究竟我边度入手好呢？不如我试下着呢啲花花衫啊，其实人有自信着咩都好睇嘅。你就系对自己太有信心。我想咧整一个70-80年代嘅造型，其实呢啲衫系几靓啊，有冇镜啊呢度？呢件 OK 喎，几靓喎。即系嚟到广告时间啦，唔知道大家出街会唔会有时咧电话咧都会连到啲不明网络嘅咧？咁呢个时候咧网络安全就非常重要啦。今次我要介绍嘅咧就系 Surfshark 嘅 VPN。呢个 VPN 对我嚟讲最大嘅优点咧就系非常容易上手，佢界面咧系好简单嘅啫，而且咧所有 system 都用到啊，例如咩 OS 啊、iOS 啊、Windows 啊、Android 啊都得嘅。呢一个 account 可以用无限嘅装置，真系非常抵用啊！Surfshark 仲可以隐藏你嘅上网 IP， 又可以保护你嘅个人资料，咁就唔使担惊受怕啦。如果你中意睇 Netflix， 呢个 VPN 就非常好用啦，因为我哋有时会受到地区限制咧，睇唔到一啲嘅戏嘅。只要你装咗 VPN， 揀咗地区，就可以轻松睇到唔同地区嘅戏啦。虽然佢就冇免费试用，但就30日嘅退款保证。不过只要你 click 我 info box 嗰条 link， 再输入我嘅 promotion code MANDIC。咁咧，再加上 Black Friday 嘅優惠咧，就可以享有17折，同埋有額外4個月嘅免費試用，唔使諗啦，有興趣就即刻訂購啦！哇，突然之間咁多人嘅，我大旺咗個場啊！想講太多選擇啦，我唔知點買啊！點解咁難嘅？幾嘢？呢邊10蚊，呢邊20蚊，我可以喺呢度揀。呢條裙咁瘦，得我先著到啫喎，但太襯我平時啲衫啊！我可唔可以好有型咁着到出嚟呢？呢件呢，死啦！我开始紧张啦，唔知点解。同埋我买衫真系好难买噶，好少衫啱我身。入边嗰啲咯，呢啲褛可能好睇噶。睇呢件欧笔啊，唔可以买。呢件，我哋买啲咁保守嘅，唔好讲笑。呢件我可能啱着喎，应该10蚊啫喎，好唔好睇啊？实在太多了，花多眼乱了，不如我哋唔好定100蚊啦，多啲钱可能揀得好啲咧。因为我 budget 有限，都翻翻10蚊区。喂，其实呢条都几靓喎，第一条就正路啲咯。喂，不如呢条啊，沉唔沉啊？太阔啦，着唔落啊？呢条好唔好啊？好唔 OK 啊 ？OK， 如果我着呢套咧，佢有少少似嗰啲啦啦队嗰啲衫咯，跟住衬件 polo shirt 喺上面，衬呢件好唔好啊？衬唔衬啊？如果唔系你就呢件咯，但系正常啲咯，正路啲咯。第一套系呢件就正路少少嘅。哇，或者呢套咩球队啊？呢个英格兰吓？呢个英格兰嚟噶？我支持英格兰噶，不过唔认得佢啫嘛。如果要着，应该系白色嗰件嘅。成功揀到一套，唔知有冇得换出嚟俾大家睇下咧？边个咁悭家嘅？不过我哋揀一套搞鬼啲啊，试下买条呢啲裤着好唔好？20蚊喎呢条都，攞定先。你个花花衫好定花花裤？咩啊 ？OK 啊 ？OK？Are、okay. you sure？ 士兵 B 帮我拣，我问佢叫咩名好，佢话士兵 B 嘅，因为佢唔叫士兵 C。呢条啊，咁衬咩衫啊？呢件，哇，呢件都几靓喎，仲要有日文字喎，60蚊咋，买到宝啦！我将佢衬呢条裤咯，而家系咪30蚊嚟到？40蚊啊？50蚊啊？升级完之后，转头先翻嚟买佢。呢件都 OK 喎，呢啲哇呢件靓喎，哎呀唔记得揿啲钱嚟买嘢啊！你有冇钱噶？你借住俾我钱，我争一件衫啊！啊呢件好靓喎，喂呢件啦，我呢条裤，出年2020年最新春季，呢件 OK 喎真系，买你顶帽衬呢个啊麦当劳，喂睇下呢顶帽有签名噶。哇好喎、啊，想唔想买到我签名嘅帽啊？大家呢个劲得意啊！买完之后送俾你啊！会唔会有波衫咧？搵我对波先。哇，如果搵到都几正喎、啊。
冇啊，真系冇咁易原来。咁算啦，我哋唔好买，我哋欧币啦，我哋买唔到 cap 冇啦。方姐系咪净系收 cash 噶咋 ？EPS 哦 ，EPS 都收啊。哦、好啊，咁我要买呢件。有冇啲咩衫推介俾我啊？你觉得我呢个 style 啱啲咩啊？嗰啲有冇睇过红色裙？冇啊。买呢啲都好靓。好似有啲大件啊啲。其实可能加条皮带呢条好睇喎。反而我觉得件衫几靓，系条纹太松啦，太瘦啦，太瘦了。用70年代打网球嗰啲，虽然对鞋有少少唔衬，虽然顶帽有少少潮，好唔好睇啊？轻松 carry， 即系点啊？我一次阿婆啊，啫，但呢条裤好舒服咯，我想讲买俾我妈咪。咁一套咩？咁一套系嘛？系啊，几有 fashion sense 我都，真系几唔错。只要换翻对凉鞋都 OK 啦。大家觉得我需唔需要着呢条衫拍片？有冇睇我要做 model 噶？我扮咗范特西啊，咪叫范特西啊，即系森美。有冇睇咧？搞错啊！我买呢条，同埋呢件 polo shirt， 同埋呢套，我衬得非常之好嘅衫，同埋我买嗰件日本衫，同埋我睇中嗰件日本褛，我去睇下先。呢件试下先，吓220蚊，唔系60蚊咩？60蚊咋，买到宝啦！依家几分九，我唔买啦，试下先。哇，但咁大件喎、啊！好靓啊呢件，其实我着都靓啊。反正方姐话俾我知，我买埋先。依家几分九，我唔买啦。靓唔靓啊？靓咪算咯，靓。唔系啊，你真系问我，我睇唔到个大细会唔会太大啊？都试埋呢件啦。边件好睇啲？阿呢家都加登 nice， 系嗰啲汽车公司咯。真系几好睇，其实都几靓喎呢件。不过我中意嗰件多啲。我系时候俾钱啦。呢件 nice 衫几靓喎。呢件呢，哎呀啲咪线露晒出嚟啦！记者第一项专业就系要识收埋咪线，呢、這个都好似日本嗰啲汽车公司。睇下入边有两个边嘅，跟住呢个叫写名锁锁。呢啲实买到嘢嘅。系啊，实买到嘢啊！我越买越多啦，已经好睇喎呢件都。我见到好多日本嗰啲衫啊。呢样系日本冇。哦。嗰啲大件。我呢件都劲靓啊！系啊，所以我次次买韩国衫都唔啱噶。你去韩国都买唔到嘢啊！系啊，方姐记得俾个折头我，拗咗折先，要买呢件先。我哋买人哋啲工作服咧，当系一个潮流嘅服饰。睇下 ，software 啊，不如买住咁多先咯。我买咗嗰啲先啦。OK， 埋单。我就要呢啲啦。走啦咩？走啦。你开到咁夜嘅？依家唔夜啦，以前我做咗3、4点啊。吓系啊，依家做到2点到2点冇乜人。哦，系咪都系夜晚多啲人？我见其实夜晚都几多人下噶。系夜晚啊，嚟嗰啲都系熟客嚟嘅。嚟嗰啲熟客，佢哋识搵啊嘛。我见你都好多波衫。好多鬼佬卖波衫。哦，有冇曼联波衫啊？漫画啊有。但系呢啲系咪冇 size 即系得一件噶咋？短晒码嘅，日本冇去咗成3、4年啦，去咗20几次啦。哇，你去咗20几次啊？唔厌噶。是真的很厌的那里。搭上安架飞机你很开心的。什么都不记得的。那你怎样揀这些衫回来呢？这些有人专门揀的。550计4000蚊。哇，多谢你。下次又过来。下次又过来啊。啊，秋季的时候过来入货先。以前在这里做的那些11点啊 ,12 点啊那么吃完的。就过来走走。对啊。而家冇啦，早啲唞下都好嘅，唔使成日捱夜嘛。我中意夜晚嘅。点解咁似后生嘅？你都话我渣渣，你好后生仔啊！成件事夜一夜都唔怕，但系就朝头早起唔到身。我都系咁，证明我哋都好后生。我想问，咁隔篱有几间？隔篱嗰啲唔系我哋噶，我哋呢个独资一间嘅啫。佢哋嗰啲系连锁店。佢哋反而佢哋系一样，系唯独你呢间唔同。哇，好出咗呢間添，下次又見你。好啊，多謝反姐，拜拜。最後滿載而歸，係用咗400蚊，但我買咗兩件褸、兩件衫、
一條褲原本是550元的，跟住佢平咗150元俾我，400元，400元其實即係兩件褸嘅價錢咯。即係我另外嗰三件衫係免費咗咯。多謝芳姐。好啦，大家對於我今次嘅造型襯得點啊？我係咪都幾有 fashion sense 啊？嗰條褲襯得咁好睇，我都係覺得幾 match 咗嗰條褲，所以我覺得我都好似幾有天分咯，對於襯衫，雖然係自我感覺良好。好啦，如果你哋想嘅話，我可以試下穿呢啲衫出去拍嘢嘅。不過其實我面皮幾尺厚嘅，而家我都唔怕嘅。好啦，如果喜歡我這些小品影片呢，記得 like 和 share comment 留言告訴我聽。其實呢，我想每區呢都有很多一些小店啊，或者是有這些買衣服很便宜的，這些最便宜5元，所以呢我覺得如果你們有其他類似的店鋪推介我呢，我都可以試下去玩一下的。但是最終我希望不要每次都買了大袋，但今次那兩件日本褸真的很漂亮的。好啦，到這裡啦，拜拜。我已經忍了很多手啦，其實我剛才說買那些我全部都沒有買，我最後又放低了件日本 T 恤，你應該買一下啦，挺便宜的，有些 polo 恤很便宜，10元20元。拜拜，笑你。